街市执到宝，博士猪肉佬。乾仔骨骨仲系环保学博士，但系就心甘情愿做猪肉佬噃。我哋嘅猪咧就会喺英国嘅巴富嗰度咧运翻嚟嘅，啲猪会比较干净啲啦，即系冇咩病菌啊。由于系纯种猪啦，我哋可以咧用而家嘅猪种咧去生产到我哋想要香港人食嘅猪嘅效果咯。佢嘅猪场所用嘅3000只猪，至少经过4大混种，更加系全港第一个和 ISO 9001认证嘅本地猪场，绝对系有名有姓，品质保证啊！传说中大埔街市仲有发光紫色花球啊，其实系晒紧紫外光灯嘅水间才线至真。嗱，佢而家咧做紧光合作用啊，仲加埋水管输送营养液繁殖嘅。嗱，除咗喺菜档种菜咧，档主仲开咗30000尺嘅种植场。咁見到我哋種菜離地一米，其實農場都係咁嘅。咁離地咗之後，就冇咗啲泥裏面嗰啲蟲害咁嘅污染咯。根同菜都冇泥，洗嗰陣同即食都勁方便啦。呢位外國美女買嚟整沙律啊咧！嗱，想食翻啲地道風味嘅話咧，北角春秧街可能啱你心水啦。呢檔正宗手製肉丸，專係做福建老街坊嘅生意，做咗20年噶啦，仲自創款式噶。第條線呢度佢整咧好味啊！有時嗰啲舊魚片啲咧，就係做埋嗰啲舊魚肉咧，舊魚肉舊魚筋咯。多得街坊嘅捧場，每日做400斤丸，不過亦都為咗一班街坊，始終堅持原則要平靚正啊！